者林美雪台北报道，日本歌剧将于秋天展开第三次台湾公演，由新竹首席明星洪优智路中领衔，与新竹主演娘一起笑爱里又极难毅力真气左。本周连麦访台宣传，新竹首席明星洪优智路 KUREMAIYUZURU 大阪府出身，2002年4月以布拉格之春首登舞台，同年5月分配到新组，2008年与红花侠首次参与新人公演，2013年参与宝熊歌剧首次台版公演，2014年在全国巡回公演《乱世佳人》中饰演主角，完美诠释在男子气概当中摇摆不定的心情。2016年11月担任新组首席明星第一男主角，而后于如果待在宝莱坞、红花侠、柏林、我的爱吉普，于2018年2月在中日剧场公演的《泡沫之恋》中细腻到位的诠释各种角色都备受好评。新组娘一喜笑爱里 KISAKIAIRI 兵库县出身，2010年4月以红花侠首次登台，同年5月分配到新组，2014年在 Lost Glory 新人公演首次担任女主角，2016年11月以洪优智路的搭档身份担任首席娘役第一女主角，演出作品已包括如果爱在宝莱坞、红花侠、柏林、我的爱及泡沫之恋等，时而俏皮可爱，时而靓丽大气，相当受欢迎。星组李真琴 REIMAKOTO 东京的出身，2009年4月以 Anor 那是俏皮的演出舞娘 Adelaide， 2016年吉林兰二度担任宝 BOWHALL 公演主角，在各种角色中都能开采演技新境界。今年访台演出节目中，李真琴将担任二番手男役第二男主角。宝冢演员专访，记者王文林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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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